full clean.大家好，我是绿眼镜，后面有一个女孩耶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皮熊。耶、yeah, ，对呀、啊欸。你知道我要讲的梗讲掉。我也是啊。哇，我们今天几岁？哎、欸，那个双人床。对，只有一张床。今天这个是我们来参加宝岛洗游记。洗游记。好，然后底下连结、哦、我们今天相当惨，今天又走那个高空绳索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画面可以用。如果他们有给我用那个画面的话，我就放给你们看，但蛮惨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绿眼镜。这一次和比熊合拍了这个台湾好汤的节目，我们来到了南投国姓的太雅度假村。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其中最刺激、最有挑战性，也是让我双脚发软的高空绳索挑战。大家看到这个令人感到心惊胆跳的设施，底下是全空的，这个一个失足呢就会非常的刺激啦。虽然有安全的保护，但是心理的压力能不能克服，马上来看一下绿眼镜挑战这个高空绳索，哀哀叫。就是呢，一个在高空上，然后呢要跳过一个看板，但是呢底下是空的这样子。啊，我从底下看看起来还好，但是一上去之后就不行了。然后，但他很勇，他一下就过了。哎呀，我其实也是很紧张，好不好？只是我还是最终有突破。对啊，他突破的比我快，大概快20分钟这样。因为人生嘛，人生困难的事情都遇过了，还有什么过不了的？掉下去就算了这样。对啊，大不了命就一条嘛，对不对 ？OK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呢，那个来住到这个他们这个是太雅度假村的这个最高级的五星小木屋。对，听说一晚8800，给我们两个人一间。哎，不对了，一人一间啦。俩没有，今天没有一起睡，没有一起睡啦，因为他们有温泉，而且很透，这样子泡的会很明显。那我们因为一晚8800嘛，那也不要浪费这个机会，就是拍给大家看，因为毕竟呢自己出去外面住应该是很难住这种一晚8800了，所以今天就请第一次遇到比熊，终于见到本人了，对，网友见面会，我们终于见面。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的这个整集的话，底下给大家连结。OK， 那我们就来 room talk 一下，好不好？从哪里开始？这是你房间，来，从你的心里开始。从我心里开始。来，这些是你住的，我来。是我帮你啦。快点，快点，这是女友视角。哦，女友视角，你的粉丝很喜欢。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吧。我觉得最屌就这个。好美灯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来这边开直播。他每一间的这个画跟那个，我等一下回我房间再拍给我房间的画。你在自己印什么画面？对对对，这个画还有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反正就一个，就是这个。对，就是一个东西。来了，来一个重要的部分了。我们来看看它里面有什么。其实也没有认真看过。好。然后没有什么，吹风机，好，基本的，好，没有，来，再来是这个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我觉得很棒，你拍错边了，大哥，这个我觉得很棒，这个很多那种外面的那种高级10000块的饭店，我住过，你一拿起来就是120这样，然后他们不用钱，所以就是可以喝，对，他们老板还跟我开玩笑，哦，这个小瓶的80这样，他也知道，就是外，这个可以喝哦，可以喝，而且他们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刚才有看到，我记得是这一层，可以吃吗？可以，也不用钱，8800这样是 OK 的啦，他还有这个是越南红茶，这个我昨天我们睡比较逊的地方的时候呢，也有喝到。哦，就是，没有，其实可以泡下午茶的。下面这是麻将茶具，没有，这是茶具。住这个他们会送那个下午茶，可是因为我们拍片的时候拍掉了，所以要看的话去那个影片看。这个茶具不错，被干走的那种。以店为证哦。没有，官方局的案子应该是不能这样。再来就是我个人很喜欢那个黄美区，这个就是躺在这边看星星。这边可以看，但是现在晚上看不到。有看到星星？没有，我也没有看到。我们来一个黄美三连拍好了。好，因为我拍起来像8+9三连拍。哇，不愧是王美，哇，动作一大堆。啊，那再来这一区是？这个是办公区，就有些人可能在这边度假，还要这边办公。没有，有些人可能想要手写字啊，或是写一些小卡片、求救经验之类的。那这一带是什么呢？这是我刚刚的泳衣，不好意思。
韩国很流行的这个架子，真的假的？每个韩国家里几乎都有一个架子，网拍架，然后呢可以给你挂衣服，然后去挂毛巾、挂围巾，然后就是基本的床头灯，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然后就是基本的柜子，其实我觉得是简简单单。但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，它是一个蓝牙啊，对，可以连一下。它有人哦，然后可以在房间里面开趴，开趴趴 ，party 不是趴趴。我们就来放比熊的影片。这么近，这样很可怕。不会，你这样很瘦啊。可以耶，这个很趣哦，这很赞耶，因为我本来想说我晚上泡汤的时候要自己拿手机去旁边，现在可以用这个耶。对啊，其实这还蛮酷的，现在音质还不错，不会爆音哦，给你们听最高声音。可以啦，好耶好耶，这我自己都想买回去的。最后就是厕所啦。对，这是厕所，来换你介绍。这厕所其实有点色，因为它是透明的，你看我就算关了门我还是看得到里面的。我要洗澡了还是看得到你啊，有关的没关啦。这个是什么？里面的空调啦，就是浴室跟淋浴间嘛，看你要哪一个。你要就是淋浴前，对，然后淋浴中要把门关起来，然后可以预约时间，然后可以凉，像是个衣物干燥，有些人可能在外面自己需要洗衣服，那他就可以挂在里面，然后按那个衣物干燥。然后现在这边是那个温泉的泡澡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淋浴，蛮不错的，这个还有，这是 SPA 的那种。好，泡汤的我等一下回我房间拍给大家看。对，然后在宿舍那个比熊我偷拍的。啊！什么东西？你偷拍我？偷拍的，所以你在录你的卡的时候旁边偷拍的。耶！耶！要洗泡澡了。哇，这个开车猝不及防哎。那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。那你对我的感想如何？真的刚刚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节奏很差，因为一般正规的节目的拍摄跟我们 YouTube 不太一样，因为每个 YouTuber 都有自己的节奏。对，那其实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搭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完全是一个分什么事的状况，所以我们的搭起来频率有点奇妙。但后来我们就慢慢接触，因为前面也没有，他也没有跟我们说要什么样的任务。对啊，然后所以我们就有点尴尬。对，但后面渐入佳境了，但是因为是观光局的东西，所以很多黄腔应该会被剪掉。他竟然开黄腔？不是，我一开始太拘谨，然后他的导演跟我说放开一点。放一点啊，然后我就好，然后下一卡就开始狂枪连发，之后那个就被禁止了。再说一点，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只需要做好表演的工作，就是完全不用就管什么 round down， 因为情平常我们自己拍片，我们要自己剪自己 handle 时间，对，然后自己看镜位，对的。那今天来就是演好我们角色，就玩。而且今天我们那个高空，真的到时候你们去看一下那影片，或是我就放那个高空，我如果是自己拍的，那没有办法。我真的这辈子第一次脸色发青哎！我是还蛮开心可以参与，是因为我平常自己不会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因为节目得去做，为了节目就上去了。在这边跟各位讲，摄影师都不是人，他就拿一台摄影机，然后还跑操，然后他整个玩得很开心，他还可以闹我们。要当摄影师不容易啊，你要十八般武艺。他讲的东西就是，今天我们在那个高空极限的时候挑战，就三层楼高。对，然后因为摄影师要辅助我们，所以摄影师得跟我们一起硬着头皮上去，最后摄影师还可以绕一整圈，然后还在等我们两个。你要不要快一点啊？你要不要快一点？就蛮厉害的。对，摄影师真的很屌，就像100公尺赛跑，摄影师跑最快，摄影师跑比选手还快。希望他们每次都给我们好的房间啊。我们还有两集，那也去追踪一下比熊现在主要没什么平台，主要啊 IGFB 跟 YT 都追吧。啊，记得要打陈比熊哦。对，陈比熊可能出现一堆的狗。那8800哦，你觉得嘞？你觉得嘞？我觉得值哎，因为它其实8800不止这个小汤屋里面，它其实还有露营区，对，然后还有就是可能 DIY 区，像你们自己看有没有知道？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它的园区里面还有咖啡厅，对，它其实很多元，它不是单单只有汤屋而已。那再者是，我觉得光住这一晚啊，我觉得就很 CP 值蛮高的，因为这里面其实够我们在这边待个一个礼拜都不是问题，因为里面我们要直播就直播，要干嘛就干嘛，因为它很适合我们做网络的人来拍影片。哦，对，这房子如果在台北，哇，租爆，对啊，然后饮料不用钱，哦，每天还有人进来播，对，然后还有人在唱歌，然后到抖音。真的有我们今天就对那个公民训练，就是国二、高二会参加，然后我们就去那边突击。掌声跟我们一起开演唱会啦！你们是哪一班的？对，什么学校？不要高。上我的影片啦！
大家都认识比熊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啊，大家也认识你好不好？没有，男生认识我啊，你是男女通杀好吗？我这边只有男生好不好？那还有专车派你接送，因为这园区太大了，所以我觉得其实 CP 值蛮高的哎、欸，以在这个环境来说，南投来说，其实我觉得还行，因为在台北其实也都不便宜啊。蛮，我觉得蛮适合情侣来的，家庭式就像我们昨天做的那样，我昨天没拍，就是比较合适。那个没有汤屋啦，就以温泉区来说就少了，对，少了一个乐趣，对，还是跟另一半最好啦。没有另一半的就没办法、啊、也可以不一定要跟另一半啊，对吧，比熊，走吧，泡汤泡汤。好啦，感谢比熊，大家去追踪一下。期待我们下次见。我们今天很搭哎、欸。我们今天都是绿色。底下连结去看我们惊声尖叫。刚有发现这马桶是免治的，帮你洗肛门，好难听哦、喔。我等一下回去我的房间示范洗肛门。可是它为什么是往下、啊？还是要坐着它才会往上冲啊？好，回到我房间，我在大便。我们等一下来冲肛门给大家看。好的，十分舒适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冲洗肛门是什么感觉。哦，它真的要有人坐在上面冲。这样子啊？有没有听到那声音？原来是这种感觉，蛮不错的。大家，你看，在我挑战，还可以在这边看 YouTube， 然后这个直播灯真的很赞。他们还有这个茶，晚上还可以喝这个茶。哦，这杯是，你看它有茶，然后呢，还可以泡奶茶。我真的觉得很赞，在这边度假会蛮去的。我现在全身都是伤，因为我们今天那个绳索抓那个绳索，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要到画面。那可以的话，一定拍给各位看；不行的话，你们就去看这个观光局的影片。很开心可以接到这一次的这个算是通告嘛，就是我自己去找，然后自己去投履历，然后有上，那遇到比熊，然后比熊真的是很有，就是合作就觉得哎、欸，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主持人。那这一次我也学到不少东西。整个来说，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团队，然后不用担心敬畏啊，不用担心这个。联系啊，然后都可以把你用得好好的，我们只需要去好好的去做这次的这个功课，就是出外景要先做功课嘛，然后好好的呈现表演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。希望未来可以多多接到各种不同的通告，就是去出外景，然后我也会拍这样子简单的另外的影片给大家看，能让大家在更多地方看到绿眼睛的演出，然后我也希望可以越来越好，就是我把所有能量都花在表演上面，然后很累，但是蛮爽的。今天没有办法看到星星，天气有点下雨，所以没办法看到星星，但是我还是再次的感谢你们。只有今天限定，绿眼睛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继续加油，2022加油！早安，现在6点多而已，看一下上面，哦，蛮美的。哎呀，我刚才又泡了一组，哦，饮料放在那边，然后它外面有暖气，所以呢，我里面这边也可以使用暖房，然后干燥之类的，所以厕所里面很温暖，然后房间也很温暖，所以我现在裸体完全不会冷。好，那整个来说呢，我觉得可以这样一直泡汤很爽，而且我觉得它很多种，像那个乳液啊，然后。护发的啊，洗发的啊，洗身体的啊，都是非常的全能啊，就是梦想自己的这个未来有机会有一个这样的家。OK， 那继续努力赚钱。那喜欢这边就这边，那就甩到那边看得到我。你昨天睡得怎么样？我昨天睡得还行，我觉得比第一天舒服太多了。他的床啊，然后什么，还有我放你睡觉、啊，我觉得最棒的是我整夜都不会冷，我开暖气跟空调。我被冷醒，然后我赶快开暖气。开暖气真的有用哎、欸，真的半夜真的还蛮冷的。真的。本尾是一种，是头顶肉。本尾就是日本的黑尾鱼，它体型基本上要达8到90公斤以上。黑尾鱼的头顶肉，对，头顶肉很稀少。稍微烤一下，它有声音哦，因为它油脂相当多。上面那是松露，这是。这个鱼子酱做一点提味、哦、黑尾鱼头顶肉，他们日本把它称为脑片，就头顶上的一块肉，哦，直接就化掉，对啊，直接就没了。